在互联网推进下高速的发展。网络向生活的无限延伸，造就了一个繁忙的物流互通时代。而电子商务以惊人速度催生了大物流时代的到来，中国物流行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如何以客户为中心，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客户运营全过程中，持续为客户打造成本最低、时效最快、最安全智能、服务最好的卡车平台，已成为趋势。2014年12月18日，德龙X3000划时代的入市，就是对这种用户需求完美解码，标志着中国物流运输装备进入了大物流时代。德龙X3000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重卡，而是大物流时代下创新重卡平台，不仅仅是产品全面领先，更是围绕德龙X3000背后的后市场服务领先，真正实现了产品和服务的无缝融合，提供X3000整体解决方案，最终成就老板的人生梦想。德龙X3000凭借行业0.53最低整车风阻，调校了专门发动机 MAP 图，动力从375马力提升到430马力，换挡次数减少25%，变速箱的匹配采用直接档匹配技术，传动气筒转速下降22%。在驱动桥上应用了欧洲最新的低阻力轴承技术，对润滑系统进行了优化等8大立体节油革新，实现综合节油10.2%，与此行业最轻8.7吨整车自重，也整体提高了用户收益。德龙X3000集结德国采埃孚进口转向机、美国伊顿离合器、美国威伯科阀体和空气干燥器系统，和德国 WOS 快捷插接系统等全球顶级零部件和总成，整车对标德国奔驰最好的 Actros 卡车，按照欧洲同步开发流程，优化线束布局设计和电气系统全面升级，与此驾驶室生存空间刚度也提升了22.9%，成为国内首款通过欧洲最新阶段 ECE R29 碰撞试验标准的重卡，给予用户最可靠安全的保障。欧洲风尚驾驶室设计，造型霸气美观，中国人体型量身打造驾驶操纵换挡系统，从轮胎、悬挂系统、悬置系统到座椅的全面条减震技术的应用，按照欧洲最新测试方法，减震性能最终与奔驰 Actros、 MAN TGA 处于同一水平，特别是影响驾驶员健康的静音设计，通过车门双密封技术、欧洲同步的隔音降噪材料和工艺研究的应用，最终让X3000到了行业最优76分贝静音空间。德龙X3000历时3年，融入正向研发理念，通过1000万公里道路试验验证，最终实现整车省油、皮轻、耐用、轻松、安全、智能6大全面性突破，树立了长途标载重卡全新标准。标准、规则、
理念并非一成不变，山汽将借助服务型制造模式实现逆势突围，以用户为中心，将不断发现、满足和创造需求，实现从制造红海向服务蓝海转型。2015年，山汽搭建 5A 级服务体验平台，追求基础服务领先。令人鼓舞的是，2014年12月18日，以德龙X3000为中心的中国物流运输领域卡车综合服务信息平台车轮滚滚将全面启动。围绕客户经营全过程深度需求，借助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智能交通等先进技术，依托智能物流交易、动态车辆管理、智能行车服务三大核心系统，通过智能手机端、车联网终端、桌面电脑端，为车主货主提供货源车源精准匹配，满足车主找货和货主找车的需求，全面提高物流运输效率，协同产业链优秀资源，引入各类服务运营商、各种增值服务以及7x24小时不间断响应服务，提供客户整体解决方案。46载，100万车主与我们同心聚梦，只在数以万计那些你看不到的地方，是山汽人创新打造中国重卡品牌的决心与动力。只有洞悉微小细节的变化，才能引领宏观世界的新动向。2015，遇天地，揽万方。山汽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智能物流生态系统，持续践行服务型制造商业模式，而路就在脚下。德龙X3000将伴你纵横世界，驰骋天下，突破传统盈利格局，开创着新的时代，助力中国物流产业高速发展，为大物流时代贡献整体解决方案，为你成就老板梦想，尽情向前。